各位观众，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呢很快就即将开始，请各位就座。在未介绍节目之前呢，就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今晚黑我们的音乐团队。音乐领导是洪毅轩的主持人黎洪师傅，击乐领导戴日辉师傅，由两位领导是领导一众音乐好手们，是落力为今晚黑演出者拍和的，多谢你们，亦都系多谢新光戏院台前幕后嘅同事同埋观众们嘅莅临。好啦，跟住呢曲咧要介绍咧就系陈志强先生嘅作品啊，《同是天涯沦落人》。白居易宦途失意，数度被贬，今日被贬至江州，喺浔阳江畔偶遇苦命嘅歌娘，细数之下，深感二人嘅命运都系咁差。咁啊，送上呢曲嘅咧，就係葉桂新先生同埋係粵劇新秀何卓瑩小姐嘅，歡迎佢哋兩位啊！醉不成欢，惨将别，唯看江水月怎么红。
声，水上来悠远，愁烦啊。未成空啊，调先有情啊情在低回淡淡啊太慢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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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唤此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姑娘。求将乐韵复啊唱弹。请
在虚无，飘渺间，一曲琵琶丝水翻，不尽如音江涛泛，眼前清风明月，我似见烈岸狂澜，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幽怨泉流水下叹，似铁骑突出刀枪鸣，厮杀得天收地惨，不服听声花底滑，伴一溪春水潺潺，韵律声别有哀愁，情无限，一声声悲凉暗恨，尽在死言间，似这般危巧情真，我怜我赞，眼下风尘沦落者，信必昔日危压歌坛，一曲作轻凤唱，姑娘真系对唔住咯，却惹卿感怀凄惨。相公，牵插翁琵琶
寞这人啊，世间一幕幕荣辱悲欢，转眼又烟那消，云那散，破叹月，泪流。绝色红颜一朝艳，落花流水，伤春残。沦落客，宅居沉阳，厄困孤单，身持孤舟薄系，
殘月濫，今夜相逢無恨晚，有幸聽日那曲仙樂彈，傾出愁恨反覺舒坦，月圖清光天際分兩愛難。知音难觅，得欢难处，且欢难啊！聚散人生，相近欢难，何短暂？琵琶一曲，余音尚绕在心间。秀才啫噃，你系一位大诗人。乜你因何会？哦，听在旁客人称呼，色才难女相逢，原来系白居易先生、卢克先生词诗一首，夜寄今夜奇逢啊。哦。原来如此啊！好啦，如当书写，以赠姑娘啊。姑娘，请收下吧。Thank you.
足以受犯，愁将为卿翻作琵琶行啊啊啊啊啊，悲欢云烟散，留得笑云在，人难跟追人。